中文大學啊，歉後警方，如果咧一個形容咧就是、一個戰區啊，經過一輪炮火啊，四圍頹垣敗瓦，就依、是、家中文大學呢一個情況啦。啊，所有嘅路磚掘起曬啊，四圍啊整曬啲啊啲車用完劈曬喺度。啊！搶曬啲車，用完之後就劈。啊！呢度咧就開始咧，去到接近咧二號橋嘅迴旋處。啊！依家黑衣暴徒就已經全部撤退，剩翻個殘局。睇下係咪如同伊拉克嘅戰區，即係冇所分別。簡直是慘不忍睹的，真的，唉，這個大球場裡面呢燒曬啲嘢，呢度停一停車啊，落去睇清楚咩環境先啦。啊，泊嗰架車先啦。好。放曬啲油喺度咧，就準備隨時倒落個地下嗰度嚇，你睇。啊，你教授都喺嗰度。哇！你睇，哇！嗰啲。石油氣樽、電油，係啦，咪留翻嚟打邊爐。哇！啊個校巴已經被破壞啦嚇，真係。佢應該全部打拆開啲嘢打事嘅，佢應該係。啊！唔知啊，呢啲個情況我都唔知啊，唉，唔知道就係滿目瘡痍。喂，早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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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呢架校巴又喺呢度棄置咗喺度啦。可以噶，佢哋嗰條望台。我想擒唔上架，話知啊，都係車門嚟做咩喎？係啊。小心啊！這個就是他們的陣地，網車的情況是這樣的，所以這條路就被霸佔了，看著，那些本身是網球場的假的，可能就是個，不知道不知道什麼，有包薯仔在這裡，是不是準備杯薯仔？呢、這個擒上去有啲難度喎，呢、這個嘢，隨時冧撚咗落嚟。深入戰區，
深入戰區。麥當勞都買到翻嚟，屌你！